啊，这不胭脂羊，哦，郭志，还有上的乔南，妆化的真不错，可爱呢。魏小牙，给我滚出来！乔南，给我滚出来！穆景安找乔南干什么？去我办公室。快点儿！乔南，到我办公室，快点！好没人让南哥干嘛呀？肯定是因为咱那个视频呗。乔南，你要是再敢把那些猫耳朵、兔耳朵视频发到学校的微信群里，我现在就给你记过处分。主任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穆翔，你干什么？我还没批评你，你迫不及待了是吧？几天没听您唠叨了，是怪想得慌的。穆翔同学，你受什么刺激了？没受刺激，没失恋，家里也没出意外，就是想换个风格。穆翔，你怎么跟主任说话呢？你也闭嘴！你这孩子最近到底怎么了？在学校也不穿校服，骑个摩托车瞎逛，你以为老师没看见吗？我记得你家里这条件，哪来的千万木头？李主任，我罪该万死，我辜负了老师的期待，对不起学校的栽培，您快拿校规治我吧，一定往死里治。穆翔翔，你说够了没有？我爱被处分，关你怎么不关我的事儿？停停，干什么你们俩？这里是教务处，不是菜市场。乔楠，我警告你，不要搁这儿装疯卖傻，到底招谁不招人，我不知道吗？还有你，穆翔翔同学，你不要再试探老师的底线了。你要再这样，罚你写一万字检查。好嘞，我把你助学金的评选资格也全给你取消了。得嘞，哼，跟我闹，就不信这回还不服软。主任，小心写检查了。哎，这还。主任，看到穆小小同学跟您顶嘴的样子，我总算明白了以前自己有多么的狂妄无知。不穿校服以为自己很个性，实在是太幼稚了。骑着机车在校园里炸街，简直是愚蠢至极。发誓，从此以后我一定乖乖听从您的教诲，洗心革面。为表我认真改正决心，我决定在全校师生面前做检讨，我保证。带领跆拳道社全体社员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绝不给学校抹黑。好，我希望你说到做到。这是发真的呀，这一定是南哥针对李清华的新计划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面子工程，面子工程，谁说是面子工程的？都给我坐好。
南哥，我已经控制不住我的洪荒之力了，咱训练吧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以后谁还在自习时间练跆拳道？有如此板。今天把这道题做完，大家就可以休息了。严志阳，嗯，干嘛呢？过来。我刚默写完，王志强上。报告。劝劝香香，让他别老这么熬夜。孩子自觉嘛，是好事啊，好事。那也不能天天这么熬啊。你可不知道，我昨天半夜两点起夜，他这屋还亮着灯呢。都晚上一点多了，他也在这儿熬着呢。永别了。哼，咋地？好好学习是应该，可是也不能这么熬着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不是喜欢学习吗，穆小姐？来来来，我让你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能看到吗？啊？到你了，借这么多，全给你花掉。哎哎哎，跟我的，我让你学。班长，进来了啊。
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还没睡？你不也没睡吗？对呀。哦。想想啊，你别总学习到这么晚，你也得学会啊，适当的放松放松。是。你看现在这书本都这么厚了，这学习压力得多大呀！啊。啊，这我就是在放松呢，你看，画画画，放松放松。哎呀，我真没想到，我女儿这么有美术天赋啊！要不，高考报个中央美院，做第二个徐悲鸿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那也就是个正常水平吧，我这。真不错啊！想想，你要是喜欢画画。妈给你买套画笔呀、啊、对，真不用了。不过你们真想陪我放松？想啊、穆想想，看在你爸妈的面子上，哥不跟你这个小屁妞一般见识。你现在要是乖乖求饶，哥可以大慈大悲网开一面，之前的事都不追究。笑死我了，我真是个天才。我想想等着哭鼻子吧。服不服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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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嗯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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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真的太好吃了。你要喜欢吃，阿姨365天天天给你买。王阿姨，你对我的好，其实我都看在眼里。这么多年，我早就应该改口了。你能这么说，阿姨这些年的努力就没有白费。我告诉你，穆想想，你要是敢对罗美生改口的话，我一定把咱俩的事全说出来。穆想想，有种20分钟后学校操场见。穆想想，你到底有没有点底线？我跟罗美生水火不容，你竟然还跟他一起追偶像剧，还要改口叫妈？那也没有你过分啊，你都把我爸妈折腾成什么样了？那是他们主动要求一起玩的。那也是你后妈主动示好的。哎，明明是你先要解散我社团，你到底要不要脸啊？那还不是为了保你兄弟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穆想想，你是真不怕死是吧？你信不信我真的取消你助学金？你们家的酒，一瓶就好几千，我随便拿几瓶去我们家小卖部卖，我都能把助学金换回来。哎，不是，你别真生气啊！你要是气死了，咱俩就同归于尽了。我去你的！要疯吧你！去你的！啊！死我！啊！我都……我才不会被气死呢！我一想到下半辈子可能会一直困在你的身体里，我觉得比死了还难受。你以为我不难受啊？因为在你的身体里，我都回不去我自己的生活了。爸，爸妈，你们开门！妈，妈，爸，你找谁？爸，我是想想呀。你找错人了！走走走走走，快走！妈，走走走，妈，我是想想。爸，妈，你别关门啊！哈哈。我们接着玩呀！爸，我才是您闺女啊！妈，你们开门啊！爸，乔楠，我们停战吧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看咱闺女把这床单给捡了，多可惜呀！哎。老穆，嗯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看想想剪完之后，哎，这穗儿穗儿，它像不像一条围巾？你看看，哎，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还真是，设计师款的。你看看，咱闺女，还挺好看。哎呀，就是我这衬衣啊，没穿两次子。哎，拿来拿来来，来来来，我给你缝一下，缝一下。我给我缝一下。大，行，这金箍棒好的，还能卖，就是水管子不知道能不能用了。这杂七杂八算起来啊，其实咱们损失还不到50块钱呢。值，起码想想啊，高兴，解压了，哈哈。小雨，你看我像不像齐天大圣啊？刘工啊，师傅，哎呀，嫂子，哎，这大半夜干嘛呢？啊，这大半夜，哟哟哟，还画眉毛了，演戏呢？嫂子有事儿啊？哦，拿俩钢丝球。啊，行行行，我给你拿去啊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
地面楼上不是挂俩吗？我拿这个就行了。哎呀，拿这个就行了，谢谢啊。啊，对了，新的吧？新的，新的，新的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你们接着玩，接着玩。您慢走啊，嫂子。哎，好嘞。这回损失过五十了。算了，我一大老爷们懒得跟你姑娘再计较，只要你答应我以后带着我的社员好好训练，我就原谅你。那你也得答应我，不能再折腾我爸妈了。你还得答应我跟罗美生保持距离。那你也不能骑着摩托穿那么少在学校乱晃了。成交。爸，爸，回来了。怎么在这儿睡？还等你吗？你有啥好等的？这大晚上的，你的小姑娘不安全。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碗面去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很快很快，你回屋等着我，马上就好啊。这一家子搞得还挺神奇。现在真的不想再回跆拳道社了。你说我们每天不仅要好好上课，还要被南哥剥削运动时间陪他学习，我也觉得南哥变了，刚才还带着咱们练旋风踢呢，转眼就让咱们做试卷。行了，出来上厕所上半天了，赶紧回去吧，不然又要被锁喉了。我养养来干嘛？等我出去。先出去。怎么还不回去交代？他怎么知道我不会去交代？我让你维持住社团，你干了什么？我让社团继续开下去。你还知道这是什么社团吗？跆拳道。你天天让他们看书学习什么意思？我是答应你会保住社团，但我会用我的办法。如果像你一样态度傲慢，总是硬碰硬，我看这社团迟早解散。解散不了，校规上都写着呢。校规上也写着学生要专心学习。你是故意要跟我对着干是吧？我没那么无聊。行，既然你要无情，那就别怪我无意。你等着。什么看？
说服他了。谢谢李强。你们干嘛呢？训练啊。说了做试卷。走吧走吧。南哥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退单申请。南哥，对不起。南哥，对不起。南哥，对不起。南哥，干什么呀？你们别冲动啊！南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主任看什么的？音箱，别称砍香草，属双根本的樟科植物，代表着活力、生气，就像我们的校园呀。嗯。孟老师，春天过去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夏天的到来。音箱，南哥，我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我妈晚上带我跟她同事吃饭，你下手轻点。别打脸。我又没有要打你。真的？我就说嘛，南哥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你去把他们的退单申请给我。南哥，你还是打我一顿。为什么？社团本来就是来去自由的，你不想走我理解，可是你不能拦着别人啊。南哥，你要是有什么火，就冲着我们兄弟俩撒，我们都能受着。但是跆拳道社，你不会真的忘了大家都是为什么来的吧？南哥，这是我初中时候的照片，那个时候因为不锻炼，体质特别差，所以三天两头生病。因为加入跆拳道社，我才变好的，不然我可能连学都没法上了。还有我，南哥，我以前路过别人家门口，顺在门口的狗都要对我叫两声。谁见了我都要欺负我，自从我加入了跆拳道社，跟了南哥，再也没有被欺负过。把退单申请给我。南哥，我知道你有苦衷，虽然社团散了。谁说我要解散社团了？是你们非要交什么申请？
现在正式拒绝你们的申请。但是，所有刚才交申请，包括起哄的人，都给我去踢500横踢、500侧踢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训练！哇！那个，嗯，还有那个前面那个，这个是吧？那个，这个，这个，对，还有这个，两个，俩呀、啊？行，那个，妈，吃得了吗你？加饭，加饭。再来，行。姑娘。够了吧这儿，这两个人都吃不完。饭量大，阿姨，您别放着，加。成功，好。来。20，别少。谢谢啊。好。这个丫头，太能吃。你们俩都走开，我有话跟江寒说。快点，走开！哎，那个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方玲玲总觉得我俩走太近了。你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那个，我觉得他应该想多了吧。甭管他，你怎么想？觉得我怎么样？我觉得你还挺豪爽的，跟以前感觉不太一样。那就是对我没有不喜欢，对不对？算是吧。吃吧，吃完咱们去天台。天台，磨磨唧唧就问你去不去吧。要不然别吃了吧，你也吃太多了。你管得着吗？我就想被谁谁说。好啊。要不然还是在这儿说吧。没事吧？啊！怎么吃成这样了？啥气氛呢？这氛围是有些特别啊。你刚不是说对我没有不喜欢，对不对？是，毕竟大家都同学嘛。谈过恋爱吗？啊？校规不让谈恋爱。校规还说不能去娱乐场所呢，我不信你没去过夜店。我真没去过。那看来初吻还在啊。你说什么？亲我一个。
想想。你怎么这么主动啊？不过也不是不行，只是我本以为就会在一个浪漫的氛围之下，我和那个人在遍布的星空灯下。就是我的诗。